我新门棒先生，我是于燕，今天邀请的是咱的好朋友丁局办的，刚才这么很长，回想热烈，大家是问他已婚还、啊、是未婚的？我们的台北市消防局小队长莫豪杰，小队长早安！早安，主持人早安，于燕，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欸、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早安，谢谢。哎、欸，现在是已婚未婚？哎、欸，今天已婚，<laughs> <laughs> 不想活了。<laughs> 对，我们的帅哥小队长、啊，是，呃。 <laughs> 以前我遇到一些朋友，这个呃女孩子嘛，公务员嘛，都问她说喜欢嫁给公务局还是消防局还是警察局呢？是是是，就他们的第一选择都是你们消防局，因为他们说你们都有九块肌、六块肌、六块肌，对对对，<laughs> 是是,是。可是现在有时候会练太太集中了，他 <對 S 2> 就变, <對 S 2> 變<起>哦，就变对，就变肚子了一块大肚子，<laughs> 对对对对。好、哦，来，呃，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最近发生多起重大火灾，<是>几乎都是电线起火，所以想请问，呃，我们的木小队长到。 电线，起火，是火灾常发生的原因吗？我们要怎么预防呢？现在目前我们整个消防局在统计分析，嗯、其实最重要、最最常发生原因还是属于电器走火。是，可是电器走火这个部分在，在如果我们再去细分，其实它有包括了所谓的过负载，哦、还有所谓的我们的一个电器使用不当。是，那还有可所谓的机屋导电，好，或者是半断线这种类似的一些。 器部的变化是，可是我们最常、最常、最常发现的，还是应该是一般是民众的一个使用电器的一个不当，或是过负载的情况，比较容易发生。是，是因为民众很多在使用电器，尤其是，呃，我们比如说一些比较大功率的电器设备，比如说像<是>呃，厨师、厨师机，機对，或、啊、或是类似电锅、微波炉、是、嗯、电暖器，嗯啊，那很多民众会说，我怎么样去分辨？ 这种大功率电器设备，我要怎么去知道我这些电器是大功率？对，那很简单我，我可不可以把大功率都放在一起？然后我如果知道我的安培数、电线够不够？对，这就很重要。对，對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我会常教导民众，你就是想到你这个电器哦、喔，能吃一下就可以给你很好的一个美食出来的，基本上哦都是大功率。是、哦、是，是比如说我你看微波炉是不是？對對你东西放去，大家设计一設計分钟。 几秒钟，所以都是就来了。了來对，對那电锅也是类似，<是>然后这种的电器是在电暖器，嗯，东天气一下就热，一下就热。所以这些东西你在使用上就要非常的小心。是，所以它的安培数，我们只要去看到，其实我们每个电器都规定就是要有一个电功率的，它有一个标示。 哦，是有哦，都标在哪里？有有它部分会标诶、欸，因为我们为了好看呐、啊，所以它大概会标在我们的电器的后方，嗯、了了或者是底部，嗯，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嗯、那这个电电功率的部分，只要它超过，嗯、其实一般来讲，不知道超过八八百瓦啦，嗯，八百 W。 就是大不了就是大功率的电设备。了解。对，那你我们一般的家用，其实它的回路大概都是十五安培。好，十五安安全容许是。对，那十五安培可以用几个八百 W？很简单，你我们家现在家里大概都什么一百一十伏特，v, 对不对？是，都是电压都一百一十伏特嘛。两百二大概都冷气比较多。是<對>。然后家用都是回路一百一，只要一八百瓦去除以一百一，哦，是不是就大概八安培？对。那这种种电器设备，你只要使用两个，是不是就超过了？嗯 对，就超过一一十六十五了嘛，就十六了嘛。哦，就很简单算。以真的是上我们节目很好，请各位听清楚，就是你的瓦数除以一百<壓> <110, S 2> <對>。电压一百一，一百一，那就是你有几安培了。对。然后你总个一般电线一个插头或者一个电线回路就是十五安培。对。哦，这样就简单了。所以很简单记吧，是。很简单。就是、但重点你一定要去算。那因为可是这一次的火灾，呃，这个 KTV 的大火。 它据说是充电器，对。那电充电器它几安培，我们怎么知道？它不是电器。其实我们一般来讲，这种电器充电上面，不管任何的电器，其实都要非常的小心啊。那这次我们，当然实际的火灾原因我还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目前还是要经过我们的专业的火调去调查原因。那目前看到新闻是说充电器啦，嗯。可是所以我在想说，不管是，所有刚才也强调，不管你使用任何电器，还有所有的充电设备。 这种东西你都要非常的小心，尤其是附近不要有杂物。嗯，这次是不是在这个部分就是它附近有属于储藏室、嗯哦就是？对。对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其实太强调就是你在整个的电器使用的一个安全安全的观念是要有的啦。对对，那像我们比如说常常我们使用的除湿机，对我相信很多民众除湿机开下去是不是觉得很干爽？对，可是想说。 我要出去一下，还是放着一直出事，嗯、等回来就很舒服嘛。嗯、是，其实这都是错误的。哦，人不在家就不要开除湿机。人离火火灭之外，就人离电器也要关闭。哦，好，<對>所以我木小队长今天告诉大家的，人离开的时候，你的电器呀、啊、充电什么都把它关起来。对。 那电电锅跟冰箱，当然你说一些，你说对冰箱，你什么样？关系，你要比较长嘛。可是我说的所谓的说一般常态性的电器设备，大家不要为了寻求方便。我们现在发现很多都是电诶，所谓的除湿机使用不当。对，但也就是说，哎，我出去，我可能外面我觉得今天很潮湿，我在挂个衣服在旁边，嗯，那衣服一吹就把除湿机盖住了。 对，哇，那就<哇>可能会引发一场火灾了，是是是所以这个就是很多民众的一个小细节的部分，可能都要特别的注意啊。是，那这一次，呃，在几个大火里面，都是让我们发现很压抑，就是往上跑原来是不行的。哦、呃，就那为什么呢？那发生火灾的时候，小队长可会可教我们怎么逃生呢？好，来，最要，这次不管这几次的一个火灾案例，很多民众都会发现，其实最容易找到的后我们抬消防人员抬出,出来，都在屋楼顶上抬出来。 对嘛？嗯、那为什么不能往上逃？很简单道理。嗯，今天你热，我们产生的火里面的最可怕的火跟烟，最可怕什么？烟、嗯。<煙>对，烟这这个特性就是它一定是往上蓄积。是。那你只要今天安全门没有做关闭的时候，你又没有形成一个防火区化，那它的烟就会乱窜。<是>那乱窜一定会先蓄积在哪里？嗯，我们的走。 走我们通道的最顶端哦，是对，對但你今天如果往上跑，我一定要往楼梯间跑，我又没有电梯坐，对，不能坐电梯，对不对？那要往楼梯间先跑。可是我想的观念是，<對>你最后被跑的，你你觉得如果找到楼梯间，你的选择没有任何一个选择，不能再选择往上，嗯，不能再选择往上，一定就是有往下。你有看到消防人员把你带往带到楼顶的吗？没有看过吗？哦，是，一定看到消防人带你出去，只要消防人救出就是往下往一楼跑，跑没有，<是>所以这部分就是最简单观念，绝对不要。 呃，我当然，我们这次我们消防人员我们在救灾上也非常的成功啊，因为我们这次从层屋顶上的救，从那楼梯的顶端也救了很多的民众出来，从十楼呢，的真的也是几乎我们现在所我们那天有播新闻画面啊，对，那个那些像我们的同仁真的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你要知道<對>给那个民众的共生面罩，它也会影响到消防人员的安全，所以他为了要救他，他只能用共生面罩尽快的把他带出，哦<對>，所以在此就是要还要宣导民众，你只要往。 楼只要走到楼梯间，没有任何选择，就只有往下。可是你会觉得说，可是下面看起来有熊熊火焰的样，又,<煙>又有烟，有我根本不知道是不是在下面。<對>然后我往上跑的时候，这个一般的直觉是觉得我跑到顶楼，那开了之后，我就在那里等待人家救援。对，所以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是就叫做我们有这样一个水平避难、水平避难、垂直逃生，逃生就是、对这个四个字应该就是说我今天。 取决于我要怎么要做水平避难或者垂直逃生，就有决于我今天发现的火灾的早晚。是，那今天或者说，我怎么知道我发生的火灾早？就是我今天在一个区划空间外面，不是我外面外面不知道状况。就像这次可能在 KTV 的时候，我外面也听到啊有浓，有的人在喊失火了或什么类似的情况，可我不知道外面的状况，对不对？那我一定要先怎么样？我一定要先不要贸然的打开门。嗯，那我们先状状况说，诶，如果最好的话，但是可以先触摸一下我们的门把。 嗯，哦，看一下门把有没有温度。如果门把没有温度，我们试着就可以打开门。是，好、哦，那打开门的时候，当然也可以摸的。 门的上缘啊，因为我其实热，嗯、我刚才讲热跟烟最上一定会先聚集在上面。是，如果上面大概就知道说，哎、欸，上面有温度了，那可能大家火热烟其实已经慢慢已经有进来了。那这时候也不要贸然的开门。嗯，那这我们为什么会教到民众要摸触摸门把，或者是我们现在也教导民众会可以触摸门的上缘？因为现在的门都越做越好，室内门也是啊。对，外框外框跟门把一定都是金属做的，<對>它传导热一定最快。对，對所以我们那时候如果。 这时候发现它里面已经外面其实没有温度，我们试着就可以打开门。是打开门的时候，如果外面如果没有浓烟的时候，怎么样？嗯，一定做赶先做水平避难，然后接下来就什么垂直逃生嘛，生就往一楼逃嘛。对，那这时候如果你发现你到安全区，哎，它没有有浓烟一直往上，怎么办？对，我们就赶快退回来。哦，退回来一个相对安全区域，那这相对安全区就很重要了。嗯，很多人就说我今天选择这相对安全，一定要什么要开口的。嗯、好。 要开口，因为什么？因为你今天这个开口，至少你可以再开口做待待酒，是做一个市井。這樣子，我们不管这次，<對>我们其实都会有一些民众在窗口待酒，我们就很容易辨识你的位置。<對>所以这个第一个要有开口，然后记得门一定要关闭。好，要再把门关起来。对，这个门关很重要。嗯，因为这门，我们大家好像现在也说要塞毛巾啊什么，其实我们现在不会说一定要塞，因为我刚刚讲。 真的，如果真的已经虚到底下的时候，其实那个都非常后期了。那其实这场真的要塞，你还不如塞上面比较实际一点。对，所以说我们就不会讲到一定要塞毛，因为这次其实有很多民众说，哎，要不要塞毛巾在门缝？其实我们现在没有强调。好，那我们强调是关门，关门是很重要。好，这关门的动作一定要让它保持的一个区，你一个区划完整。然后最重要是，你在那个区划空间，如果有中央空调，要把它关掉。嗯，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浓烟，我们是外面浓烟可能会从它的。 我们我们的中央空调一定会有个进哦，是有一个管对<線>它通常都会有个进，哎、欸，冷气会吹出来，对，對它一定会把热空气抽出去。是，那如果你的浓烟有在外面，你的回风口就会把烟抽进去，重新的管道间。哦、那你管道间有可能会从你的，如果你的对，又在室内从你的出风口吹进来。所以这次我们就说，记得一定要把你的出风，哎、欸，你的空调做关闭，是，然后在那边等待救援。其实现在我们这几次案例看到的，只要你在现场等待救援，其实都会。 相对来讲，其实都可以安全的一个救出是，是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传统上也是说，赶快去厕所拿湿毛巾捂住口鼻，然后低头，然后寻灯助手，这到底是真的、啊，对的还是、呃、之前我们前，其实有教导过敏，可是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现在目前整个分析上，其实我刚有强调，我们发现的火灾的早晚是最重要的。嗯、对。那如果真的今天已经外面是浓烟了，我刚才就讲，你就是要什么反方向做避难的水平避难的，<对>不要再贸然做湿毛巾，因为我们拿个湿毛巾要<对>往烟跑出去就其实我们之前都有，其实真的你真的在这火场如果充满浓烟，你 拿个湿毛巾，其实对你来讲也没有任何的帮助，是还是造成会炎症的一个伤害。<對>所以记得还是往我刚讲的往反方向的一个水平避难，<對>这才是最重要的观念。所以你只能等待救援的时候。这一次我觉得好感动，就是我看到你们台北市消防局哦，你们几个队员，嗯、他们是把自己的没有，就是一个那个是叫什么？ 共生面、呃、共生面罩，嗯、对戴了之后里面会有氧气，<對>到最后结果他自己因为给人家用，他自己的氧气到了三楼的时候就不够了，他还背着一个老太太在奋力的往下跑，我觉得真的应该要记功记奖啊、哦！这一次整个消防局表现真的可圈可点，那、啊、所以当然我们现在要请教，就是这些年来消防局一直在宣导说要安装助警器啊、哦，安装这个有用吗？没空间都要装吗？厕所要不要装呢？请教哪里买得到呢？好。 这个这次其实强调，尤其是不然高雄那次的民，诶、呃，我们医生世家的一个民宅大火，其实它的偷电的大火，都想到一个问题。啊、我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时间点是早上大概七点多的时间？对。那这七点多的时间，其实大家应该假日都还在什么睡梦中嘛，嗯、因为大家晚<是>假日比较，所以这时候我们都会，其实这时候警觉器都是最低的。嗯。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宣导，只要是。 五层楼以下，那当然有些也不一定要五层楼，只要你是住宅，你只要本身住宅是没有火警自动警报设备的，嗯，你就应该要去加装住警器。好，因为住警器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在整个不管，其实在歐美，在欧美日本他们已经推行很久，希望他们也是在这样一直推，因为发现在这个半夜时间或者是凌晨清晨时间，其实民众的警觉性最低的时候，他的如果造成如果再发火灾，他的伤亡率其实非常高，因为发现的火灾，我刚才有没有强调。 发现火灾早晚会取决于你整个逃生的路线不一样。对，那这个东西就会被引发，引发说，如果你今天助警器有安装助警器，之前发生火灾的时候，因为这时候警觉性最低。对，我们睡觉的时候唯一的一个感官还留着是哪一感官？嗯，耳朵、哦、吗？ 对呀，听觉，因为你还早上才设计闹钟起床哦，对不对？对。如果像民众直接讲就问民，民众都会说是嗅觉我说那你就煮一个香喷喷牛肉面在那边端出来就可以，自然就起床了。当然有些人比较喜欢吃的有可能的啊。是，我都是这样子啊。人大人呐，自动面包机做好，然后香味就叫起来了。对。可是正常人人的对耳朵是没有丧失的。嗯。所以这时候你只要有听有警报声，你就会赶快做什么？ 警觉，赶快做起来！赶快、嗯，赶快做避难、逃生动作嘛！對,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希望，其实这个安装注意机就非常的重要。那大家会说，每个空间当然装。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像我们消台北市消防局，我们也补助，只要是符合条件，就五层楼以下没有集合、欸、没有住宅火灾，就是、欸那個、旧房子的那一种，五层楼以下的公寓的對没有火自爆的，<對>火警自动起防设备的，我们都会补助安装一颗。可是你说一颗够不够？绝对是不够的，是因为我们希望的是每个居室、每个厨，还有厨房、客厅。 走到希望都可以加装，因为你在每个区划空间，你的起火原因，嗯、你起火点不见得会在哪个点。对，那那这个点你就几几乎都要能防护得到。<對>好，所以我们这只是一个推广，所以我们都希望是说，第一个就是大家你的卧室一定要装。 好，然后再是厨房，嗯，厨房最重要，对，厨房很重要。可是厨房很重要哦。我们现在的助紧器有两种，一种叫真烟式，一种叫定温式。哦，厨房就要装定温式，那其他地方都装真烟式。是，对，要注意。厨房一有烟就对，哦，因每天在炒饭，每天在搅，好，所以这就不行。所以记得，然后注紧这要安装正确的、正确的款式之外，然后客厅也要装，走到也要装，楼梯间。当然，如果像 做所以高雄那场是透天的，最好的楼梯间也可以装。哦，oh, 对，<的>所以这部分我会去。助器给我们看一下好,好,好来来来，对，啊、今天我带。對,对对，哦、这到底是多少钱？然后怎么装呢？先来先，又跟接进人格是一个灯哎。波多脸布网北部中部云家、花莲连线播出。 汪杰明、简于燕、新门棒屏山，三 <laughs> 欢迎！登下新西棒半山，我是于燕，跟大家聊这是台北市政府的消防局小队长，木豪街小队长。小队长刚刚在进广告前提到，这个是住宅警报器，是警器。哎、嗯，这个是多少钱？ 这个这个市面上大概现在是，因为还有很多厂牌，还有它的功能的部分，所以大概我是建议在五百五百多块到一千块左右了。还好啦，是对大家负担得起。对啊，对对对，肯定<那>要附带提一下，因为我刚才有听说我们我们市政府都有去补助啦，那各,各个地方的政府是不太一样對。对对，那其实最重要是询问你当地的消防队就知道了。是，还是要多问啦。那其实如果有的人是不喜欢占政府的便宜哦、喔，所以这个可以去找水电行。 然后、哦、如果这样安装的话，是连电线都要处理。贵的应该是电线嗎、啊不。不用不用不用，不所有的助警器就很简单，嗯、就是看到它都装干净。里面有电池。一般是九伏，也有现在所谓的锂电池，是不用换电池，十年免换电池的。<是>对，所以是安装非常简单。那我会简单讲一下，哦、就是说这助警器其实它的功能就是大概平常都有一个测试钮，嗯、法规规定就是它最少要七十分贝的音量，就是火灾发生的时候呵呵如果它能警报，家警报就是七十分贝，那大音量这样。 哦，好吵，关掉，好，好，大概这个音量，啊，关掉，关掉，好，那因为什么说一定要，就是说，那它这个就是因为要警报嘛，你一定要一定音量才能叫醒人家，了解。然后最重要是安装的很简单，嗯，它其实都会有敷那个学院的被，或者是一般那种双面双面胶、海绵胶，对。那你只要一粘，只要粘到两边之后，你最粘上去就可以了。对，这可是记得有个原则。 我们常常，我们不是有那个冷气出风口吗？嗯，记得绝对不要距离它近超过，就是距离近近于一点五公尺。好，好，就是一定要超过一点五公尺，因为你如果再距离太近，嗯、会影响它探测的那个灵敏度。好,好，所以这记得中，那原则上我们希望按照要中间。那现在也可以送一般我们像我们也是有可以壁挂式。<好>那壁挂就很重要，就是说你的那个墙壁跟的天花板的的高度啊，嗯、大概介于十五到五十公分。 是，就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嗯、对，太低你的探测范围又太慢了。<但>那太高，有时候它的烟流的效应是感受不到的。好,好，所以我们大概就记得就十五到五十公分。这么好用的东西，我要去哪买？好，这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哎，现在应该所有的大卖场应该都有贩售。是，好，所有的大卖场，你看想得到的大卖场，应该都会有铺货了。<是>所以这个是非常的。 重有,有比较好看的颜色，哎，这个好像 <laughs> 都好像大部分都是白色居多哎、欸。好，然后都是台湾做的。哎，嗯，有日，现在有也有日本制的，的所以我刚才讲说有可能会比较贵一点，就是日本制的、哦、会比较贵一点。是，是那其实现在台湾做的也都很好用了，台湾很多一些品，我们的一些设备商都设置，它、欸、现在我们台湾有出类似十年款的，<是>哦，这个十年基本上。 大概到了你就整个换新的啦，也也对啊，也用十年对，好吧？哎呀，几当马克狗在抠尿？对对对对对。对，但最好就是你不要忘了，每个地方都要装，不是装一个在厨房就可以过关的。哦，这个是为了自己身家安全，有备无患。对，所以如果没有的话，赶快打电话去问消防局好了。没错，没错，没错。不是打一九吧？不是，不是打一九，我们一九已经最近。一九九一九九不用打一九，其实你到各地的消防队去询问都洽询都可以了，都会有人去给你解答。那当然，大家很关心这一次在高雄的赖文。 真的，医师家里的大火，就是因为有铁窗，铁窗所这是大原因。但是我们知道住老公寓的地方，像我自己那个时候小时候家里，每次都是招小偷，对，所以不装铁窗也不安心。那要如何避免这样的遗憾发生呢？对，这就是很两难的事件啊。其实我从宣导这块踏进来，我很多民众跟我讲说，不装铁窗，我家就招小偷啊。是对，所以我就说，可是我们在消防局里面。 我们要宣导的只有无铁窗，没有所谓的，其实就是不希望装铁窗。那很多民众就因为防盗或是防止坠落，<對>他就是要、欸，我还是要装铁窗，那怎么办？嗯、那当然就希望可以留一个开口，哦，有一个开口，<是>那个是开口。可是我会常常很多民众会有一个迷，是说，诶、欸，铁窗到底跟我们民众的火灾的伤亡率其实有没有直接的相关联？其实这次当然医生世家这场火灾，其实高雄这场，其实他会引很多民众讨论铁窗。其实我们在整个分析统计。 铁窗不是造成我们整个人员伤亡的一个主要因素。嗯，我们是希望说，当然你真的一定要安装铁窗就要留个开口，可是这个开口不绝不绝对是你最后那只是到你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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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条选择的路。嗯、<好 S 1> 那会当然我们他有很多人会问我说，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消防人去救灾的一个动线？ 其实我们真的看到民众在窗口待救的时候，我们才会从窗做窗口的一个低楼层的挂梯救援。是，可是实际上我们最好的、最好的救援方式还是从我们的楼梯间安全梯去布线抢救。 <好>那个才最安全的，不一定要从外面去挂人救。对，那是這個太惊险了。对对对对，那其实造成消防人员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危险性，<力>所以这部分让大家知道一下。而且云梯车每次要开去的时候的问题，都是因为巷道不够宽。对，所以呃，铁窗不是第一个，但是基于好看与否以及生活便利与否，有那个铁窗也是在痛苦。对，那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的窗的选择。对，其实但都都是都都要花钱啦。好，那如果不是铁窗的话，那像这次火场救助。 救援的时候，通常怎么样是最困难的？是不是又跟木材有关？对，这次其实我我们发现还是一个取决于两大问题了哈。嗯、第一个我刚刚有讲了，我们已经刚刚谈到就是注井期发现火灾，我自己觉得<对>我在整个分析统计下，在<是>第二个就是隔间，嗯。 我在看到他们整个隔间烧完的隔间，我就心里就只有一句话：，它的隔间的部分一定不是所谓的防火区划隔间。嗯，好、哦，那当然，我们现在公共场合都已经要求，像一些营业场所要求一定要防火区划的一个隔间做隔置。可是住宅目前还是没办法去要求，所以很多我们家里面，尤其比较老旧、以前早期的住宅，它还是那只那种木板隔间。<對>这种木板隔间很麻烦，是只要一火灾，没有办法形成任何的区划空间。你就算在里面待救。 也相对来讲也是很危险。好，所以这记得我们有一个观念，就一定要在装潢的时候，你在隔间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防火区化的概念。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全民教育，还有对于建筑师哦这些呃我们的施工工人，因为有的人真的没有钱请建筑师，就直接找施工工人来定个木板就把家里隔完。对。那所以这个是需要全民都要这个共识。你不要想说你省一些钱订满木头隔间，因为我看过我房东他为了把他小小的房子。 租给大学生，订满了整个的木头，那个一出火灾是非常危险。<对>那什么叫做防火区化的隔间？就是我们一般就会希望是用一小时的防火石材料。那一防火，那我们法定很多啦，<是>像什么细砖盖板啊，然、哦、后类似一些、嗯、或是水泥墙啊，好、嗯哦、这些其实都有达到一些一小时防火时效的隔间。嗯、那最好是，当然你的门其实我们就不会说限定啦，一定要防火门，因为其实门我们去过粉去整个。 去调查过，其实它的门只要有一般，就算一般的木门，它其实还、嗯、它，因为现在很多是用木门的，或是用一般的比较所谓的我们的比较强度高的一些木头门，其实它的都有基本的阻热、阻烟系。那当然，我们最要强调，为还有一个破除一个迷思，就是绝对在火灾发生，不要跑去躲厕所。好，是不要跑小时那里有水<對>就去躲厕所，这很重要，因为厕所的门<是>通常都会什么？ 塑胶门嘛，嗯、因为没有看过门会用，呃，厕、那個、所会用钢门，钢门不太可能嘛，因为没有人必要，<對>所以基本上防水就选塑胶门。塑胶门很有个特意它遇热就会融化，是会变形，所以完全没有任何主热、阻所以大家都会迷失说啊，里面有水啊，里面有排水孔，嗯、可清新空气。其实最后最后你也不能躲在里面一辈子嘛，<對>你还是要出来嘛。所以热跟烟是进去找你啦。好<是>、哦，所以最我们最怕就躲在厕所。<是>那基本上我们就刚才讲的，你只要是有一个防火安全区划的一个隔间。 我们现在很多，不管像之前的一些老福，我们就所谓杨武所他们的一些火灾，你其实发现，只要相对性，你只要隔间做得好，区划做得完整，其实它那里面都是所谓的相对，我们现在叫法规叫做相对的一个等待救援空间，是我们现在一个新的名词。现在因为很多的煤煤霸，第一时间都跑得出来，那你就可以先躲在那边。我刚才我们讲就所谓水平避难，先把这些人出，或是我们人先逃到那边做一个相对安全区，等待救援的避难的空间，等待消防人员。 事情况会帮你做一个救出，或者一些，我们也可能不见得。我们看整个四川空间，哦，外面已经充满了浓烟，那我们后续也可以像刚才讲的，明我们会有一些救援的部，我们的同仁会上去，哦，利用一些器材或者共生面罩做一个救援。最最对，但是第二个小问题就是，我常常看到爸爸看到在外面心急如焚，他就是要冲进去救他的儿女，那这种情况我们要如何处理？哦，这个就是非常的危险。我们常不止救是为了救救女心切，救子心切，还就还有最要是还有些人为了抢夺，还是。 抢他的财物，我觉得他的财务很重要。我的存折一定要把它拿出来，拿被我很金、呃，所以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在火灾的当下，我其实我们到达现场，我们都会建立起一个火场的管制警戒线，是我们会把人员、起物都要疏散，管制在外侧。就是第一个，就不要影响到消防人员救灾的动线；，第二，就是避免一些民众为了。 失去理智，哦，进去要抢救财物啊，或者要去救，嗯、这个都是非常的危险的。对，还是把专业交给<錯>呃这个辛苦的消防人员。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台北市消防局小队长穆豪杰穆小队长来到节目现场。你一定要记得今天的所讲的内容，有空的时候反复再听一下，因为这攸关你的身家安全。还有有空的话，赶快算一下家里电线的安培数，如果不请的话，真正要请水电工赶快来检查一下哦。好、哦，那今天谢谢穆小队长来到节目现场、哦。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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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